你在路口那一段守候，这一刻我等了好久。你为我遮雨又挡风，熟悉的温柔在我的心中，是蔚蓝的天空。熟悉的温柔最深的感动，你为我遮雨又挡风，熟悉的温柔在我的心中，是蔚蓝的天空。你们三个人一起去过逍遥快乐的日子。你赶我走？不是我赶你走，是你自己不要这个家的。金主，你别这么不讲道理好不好？你们联合起来欺负我、伤害我，你还怪我？还怪我不讲道理？好，林明夫，你不走，我带着我的孩子走。锦珠，锦珠，我不想看见你。锦珠，我冤枉了。什么？好，伸头一刀，速头也是一刀，我就把所有的来龙去脉全部给你说个明白。表姐夫，丁姐，你不会敲门吗？门又没关。表姐夫，有急诊病人。啊？哦。走啊。走吧。是我的。我叫林正英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吕小玉。小玉啊？嗯。小石头。小石头？你没听过玉都是石头变的吗？啊，那我也是由石头变的吗？你就是由石头变的。他是谁啊？是我的妈妈，她病了，不知道会不会好。肯定会好，大家都夸我爸爸是神医，什么病都能治得好。我爸爸也是医生，也是什么病都会医。没人比得过我爸爸。你又不认识我爸爸，你怎么知道我爸爸比不过你爸爸？我就知道。小俊啊，吃早饭啦。我走了，我妈不准我进病房来的。哎，要出来，要出来，来来来来，坐我
先生，要车。这里就是中国啊。先生，要车吧。回老家了。我帮你拿。要车吗？哎，太太要车吗？嗯，我的车最豪华了。先生，您往这边请。是这边。谢谢太太，谢谢太太。妈妈，你掉了东西了。刘金珠，这笔老账我会慢慢的跟你算。太太，这边请，这边。哎，我的车在那边啊，先生，哎，往前走。哎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你是最欣赏敏福的，你说他是最可靠的男人，嫁给他，我这一辈子都可以过得无忧无虑的。可是爸，你相信吗？他早就变心了。家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，来了，小玉。妈，你别再昏倒了，我好怕。别怕，不怕啊。这天都亮了，饿坏了吧？没有没有，昨天到家里来的那个阿姨，把你背来这儿，就给了我好多好多吃的。还叫人帮我洗了澡，对我可好了。是吗？小玉，小玉最听妈妈的话了，对不对？如果妈妈让你留在这儿，把这儿当成是自己的家，小玉一定会答应的。嗯，对吧？那妈妈你呢？妈妈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。妈妈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你要是留在这儿，就会有人照顾，你就再也不会饿肚子，能有新衣服穿，还可以继续上学。我不怕饿，我不要洗衣服，我不想上学了。小玉，以后管林大夫叫爸爸，管林太太叫妈妈。我不要叫别人爸爸妈妈，我不要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这么不懂事呢？妈妈，别叫我妈，忘了我是你的妈妈。以后有一个新妈妈，听见了没有？我不，我要跟你一起跑，我才不要留在这儿。你不行。我不，妈妈。你这孩子。
根本就没有什么急诊病人，你骗我干嘛？最需要急诊的人就是你，你差点就祸从口出了。你偷听我们两口子说话了？我是担心你啊，怕你说错话。你刚才差点就想说是因为你手术失误才送了他父亲的老命啊。我没办法，我到了非说清楚不可的时候了，要不不是我走，就是京珠带着孩子走，我的家庭，我的前程都完蛋了。说清楚了，你完蛋得更快。不会，我想金珠不会不念夫妻情分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啊？等到现在才说不嫌太晚吗？我来帮你回答。那是因为表姐是他父亲的独生女，他更念父女情。在他心里，你一直是他的金字招牌，是他的门面。在他心里，你就是神乎其技的神医。如果他知道是因为你的手术失误导致他父亲丧命，而且还需要朋友来替你受供，会是什么下场啊？我想都不敢想。可是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要是不信邪，那么想说的话，你就找表姐碰钉子去吧。到时候表姐要替她老子讨命，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。表姐夫，现在最聪明最保险的做法就是让这个秘密永远成为秘密，你就顺水推舟吧，委屈点当个薄情郎。这男人逢场作戏情有可原，总比不成亲反成仇有回旋的余地吧。是啊，是说不得。只要这个秘密还在我手中，你就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哎，小玉，小玉，妈妈，怎么了？啊？妈妈走了，去了很远的地方，她叫我把这个给你。妈妈。哎，你妈妈走了多久了？刚刚走。什么？这个女人把孩子赖给你了？她写的什么呀？绝命书。萍姐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啊？要闹出人命了！出人命啊？怎么会出人？走啊！舒兰，舒兰。一家子嘛，大清早的干嘛跑啊？林大夫，对，他是我们镇上唯一的西医，娶了城里赫赫有名刘百万的女儿，可是啊，又勾搭上了外边的野女人，嘿，闹得满城风雨的。小玉，对不起，原谅妈妈。舒兰，回来！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！舒兰，舒兰，别
别做傻事，你就忍心丢下小玉？我要是不死，小玉就进不了你家的门。你。舒兰，千万不要！你千万不要！你一定要好好的看待我的孩子。舒兰，长官，请请请。其实这事也不能怨你。啊，林夫人，镇长。好，长官，来请坐。林大夫啊，逢场作戏，情有可原，怎么能糊涂的有了孩子呢？还闹出了人命，这可太不聪明了。啊，长官。嗯。你们都忙了一整天了。怎么还不见尸首啊？哦，可能是风大浪大，也不知道冲到哪儿去了。啊！哎，你们从来没有见过那个跳江自尽的女人吗？这……没有没有，从来没见过。她就是昨天来看病，我们正忙着呢，没人招呼她。真没想到，她就这么想不开了。啊对，哎对，他自己说是来看病的。那天我送匾来，很多人都在场啊，都看见了啊，都看见了，都看见了啊。哦，这样啊，嗯，那好，你们二位随我到警局做个笔录，我们也好结案。还要去警局啊？我去吧。谁叫我是镇长呢？啊，好，也行。长官请。嗯，镇长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了，谢谢。这个林太太，男人的事，女人要体谅，毕竟是夫妻嘛。啊。哎，镇长您慢走啊，镇长慢走。
什么你？一点都不出声，吓死我了！哎呦，那个舒兰已经投江自尽了，冤魂不会来找你的。我的心都乱成麻了，你还寻我开心？我总觉得，好像是我把他推下江去似的。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啊，这晚上会睡不着觉的。没想到那个舒兰性子会那么烈。 早知道我就给他一笔钱，叫他走得远远的。千金难买，早知道，当初啊，你就不该千方百计的把他背回来。好心没好报，这个女人太可恶了。她早知道自己横竖活不长，临死还给你一记回马枪，让你里外不是人。哼，好了好了，别说这些了，她人都死了，我现在怪她有什么用啊？ 表姐，你也别太紧张，这人死了反倒好，这样少了很多麻烦呀。你把心情放轻松一点。活生生的一个人在我眼皮底下送了命，你叫我怎么轻松的起来？还留下了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，哎，还留下了一个争风吃醋、逼死人命的罪名呢。 对了，那个女孩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是留还是不留啊？你叫我留个丈夫的死，留下她，这等于是要我在大家的面前臊自己的脸皮呀！把她送到孤儿院去，眼不见心不烦。哎呦，这可使不得，表姐。 那个女人已经投江了，你再不收留她的孩子，哎呦，在大家眼光里，你可真成了心狠手辣的女人了。别说别人的眼光了，就说表姐夫刚才那口气，不就明摆着像你逼死了那个女人似的？你可要想清楚啊！别闹得表姐夫怨恨你，到时候…… 金主，我无意伤害你的心。
一切都是我的错，请你原谅我。我能不原谅你吗？你是我的丈夫，也是我孩子的爸爸。林父，林父，建筑，米夫，米夫，吃饭了。我吃不下去。舒兰是当着我的面跳江的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我能心安理得？你就这么舍不得他？金珠啊，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啊，你还有心吃醋？你跟我横什么？你当初要是没有做这些事情，会有今天的下场吗？对，对，是我，都是我逼的。如果我一直好好的照顾他们母女俩，舒兰就不会走上这条绝路。脱不了干系，舒兰的死，我们两人都有责任。林敏夫，我也是受害者，我心里憋着多少的委屈，只能往我自己肚子里面吞，我从来没跟你计较过。你倒好，你硬拉我当垫背，行。我认了，我认了。从今以后，你不要再拿死人来堵我了。我心里更堵得慌。有些话我早就想说了，我是娶你，不是入赘。我堂堂一个西医大夫，在这个家里像个倒插门的女婿，窝窝囊囊，任何事情都做不了主，连支取几十块钱都要经过你的点头，这才逼得舒兰走投无路的。你去哪儿？既然我这么罪该万死，我也去跳江给舒兰抵命。你疯了？我是快疯了，我非被你逼疯气疯你才罢休，是不是？我也要疯了，我的良心不安，你不懂吗？我这心里就像压着一块石头，挖不出来，吐不出来，我的痛苦能跟谁去说呀？我的痛苦，你又知道多少？明夫，我们就别再互相折磨了。我的心里一样被压得难受。对不起，是我惹出来的。眼下的问题是小玉，小玉现在无依无靠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得负起抚养他的责任，多少也弥补我良心上的亏欠。你想的都是你自己，你没想到镇上那些三姑六婆
可有嚼舌根的话题了。我拿什么脸去见我娘家的人？你又怎么跟小俊解释他凭空多出个妹妹来啊？这，给我点时间，我会处理好的。关键是小玉。别说了，不必多费唇舌。再说，我也没说不收留他呀。哦。丢下我，妈妈！哎，你怎么在这里哭啊？我妈妈，难道我爸爸没有治好你妈妈的病？嗯，我妈妈，我把这个借给你玩一下，可是不能给我妈妈发现，我会挨骂的。嗯。小俊，放了学回家不先洗洗手，在这儿干嘛？跟我进去。小玉，你在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走，该吃饭了啊。我不吃。怎么能不吃饭呢？你不饿吗？如果我不饿的话，妈妈就不会走了。别害怕，阿姨会像你妈妈一样疼你的。还有，你爸爸也会疼你的。我爸爸，啊，林大夫就是你爸爸。你妈妈没有跟你说过吗？嗯，阿姨，妈妈为什么要丢下我？是因为没钱，怕我叫饿吗？也不是的，说了你也不懂。我想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听话吗？当然不是，是因为林太太，她是你的亲妈妈，她不喜欢你妈妈，所以为什么？你看，说了你也不懂，以后别问这个了。小玉啊，以后啊，有什么事儿就跟阿姨说好了，知道吗？哎，
记住啊，千万不要去招惹你那个新妈妈，要不然你会倒大霉的，知道吗？嗯，阿姨。表姐夫，表姐夫，要不要再垫厚一点啊？你喜欢睡硬床还是软床啊？无所谓。表姐夫，谢谢，真麻烦你了，你去休息吧。表姐心肠可真硬，不是说夫妻没有隔夜的仇吗？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我多陪你一会儿。不用了，我没事。真的没事儿啊？啊！哦，对了，小玉的事你不用挂心，这孩子吓坏了，叫人心疼得很。我会哄哄他，让他明白，他妈的事跟你没有关系。谢谢。知道你心里憋屈的慌。下来给我的礼物，林敏福，你别装正经，迟早你是我的人。妈妈要去一个很远。如果妈妈让她离开这儿，把这儿当成是自己的家，小玉一定会答应的，对吗？妈，小玉，以后管林大夫叫爸爸，管林太太叫妈妈。这个护身符是妈妈留给你，以后你看到了它，就像看到了妈妈一样，啊。他一定会代替妈妈保护你平安的，啊！
历史的等候，等你牵着我走过这有限人间，每一个春夏秋冬。漂泊的你是否已累了，像孤独的帆在远方迷惑。悲欢离合暮暮缠绕，相约到白首却选择了错过。这份承诺秋夜半飘落，深夜